今天就是卡拉 OK 嘉年华2014的初赛。咁头先我过去 waiting room 睇过啦，哇，就万人空巷啊，当然有少少夸张嘅。咁但系咧，好多同学已经喺度准备紧噶啦，一间嘅比赛一定系会好精彩嘅。今次好开心参加呢个比赛啦，但我好紧张噶，所以啱啱咧就一直喺度做紧赛前准备，听紧歌、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彩咁样入到决赛，大家加油！我亦都准备咗好多啦，咁相信各位参赛者亦都系有备而嚟嘅，希望各位亦都可以尽全力攞到佳绩，入到决赛，大家加油！咁我哋已经比赛完啦，但系手仲震紧嘅，好紧张。咁我哋都好俾心机去练嘅，希望可以入到位啦！真理，撑你！好，今日真理学校卡拉 OK 嘉年华2014嘅初赛，咁我同其他嘅评判嚟讲，一齐咧今日都绞尽脑汁，好辛苦，先至喺咁多咁优秀嘅参赛者之中咧拣到几位最优秀最优秀嘅参赛者。咁期望喺1月29日嗰日嘅荃湾，大家可以睇到一个更精彩嘅决赛。卡拉 OK 嘉年华2014决赛约定你。